还是战胜恐惧的这个这一步一脚印啊，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能够被看见，那也谢谢市民的肯定。不过这个选举就像打棒球一样，没有到九局下还不知道结果，我们会持续的努力。好，那这个林渊铝箔，那这个继续在把这个施政的成果让市民朋友知道。